是刚刚列车的那18/5/21，那个瑞芳。19:58。我们这是摄影师6400香港花莲的矩阵快车。也有517/503矩阵快车。85次就好，香港原来的泰鲁格之阳哦，哇，拜拜，这风站要到了。瑞芳，瑞芳。这里是6400香港哈联的矩阵快车，用503/517。去监控一下，在这网站都没信号。真到了，我家终于到了。叫他开门不开门？你去哪里啊？叫他开门不开门？有没有喊芝麻开门？